中华丽林是一个挖海龙的小弟，听讲古早真哩出名，现在转即马世界拢是火龙果嘞，啊，佮有只金香葡萄，那会变成香甜的葡萄醋嘞。丽林环保之光的健康乐活秘诀是虾米嘞？呀，即马就赶紧带阿芬啊来去中华丽林。观众朋友，阿芬啊，今麦已经来个彰化丽林，人家报讲哦，只要健康乐活避风哦，阿要多找咧，爱去百果园，阿个葡萄树园，个万花筒菜园，所以阿芬啊，才早妈要来得，今麦已经到百果园，今礼拜看麦呀。我，我阿姐阿那边阿弟，淑芬淑姐哦，恁大家来咧哦，师姐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阿弟。这门不要拉开，都我同。你家的门足奇怪吼，用树枝砸。我来惊狗进来。哈？惊狗进来。那要砸呢？啊，惊狗啊进来。哦，就是买有狗啊进来哦。嗯，这。啊，你就不要看起来就百香果啊。啊，你唔能家己用着。好，啊，咱入面了再搁甲砸起来哦。不免啦。我拿几下讲啊，无该。安尼哦。这慢慢啦，这。哦，阿黄雀师姐。哎，那你讲这是百果园是恁家的哦？嘿嘿。哦，我看到已经有两项啊，百香果、香蕉、香蕉。啊，咱今日来内底看麦，呀，来去恁家吼，来恁家看麦。好。都有啥物？百果园是啥物？几果拢有呀？嗯，拢有哦。啊？这是恁桂枝园？嗯。啊，那桂拢草啊？草啊，啊，就是讲杂草丛生，啊，是桂枝园，保护土壤，保护土壤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保护这地哦，吼，伊较袂靠，最这土袂流去啊，嗯，吼，啊，水分也不容易蒸发掉。所以这杂草是专工好生的，就对啊，啊，铺嘛对人较食较无好。吼，啊，所以咱家种的拢是有机的哦。哦，不管我拄仔看到咱的残存者啊，百香果啊，无讲足水哦，嘿，无讲介大粒，啊，拢细细粒啊，细细粒。啊，是啊，那要想要种这有机的，啊，咱这田哦，就是也无甲较无嘛无肥料啊，啊也无肥，这石头济吼，所以安尼对人身体较好啦，较袂有病变较多。老师，想来咱家要合作百果园，啊，什么水果都种啊，也有种那个。樱桃不要生啊！樱桃，对呀，这里有种樱桃哦。樱桃是生的头壳还是顶头的？啊，毛葡萄还未生呀，啊，佮毛奇异果嘛还未生。好，阿咱进来头前看麦。对家吼，哦，原来这个杂草有安尼作用就对了。啊，有家啦，家啦。你什么花啊？那漂亮，刚才在跳舞嘞。哦，百香果的花。观众朋友，你有看啊？这些百香果的花嘞，我都没有看过，只有吃过百香果，没有看过百香果的花。好，阿恁今嘛进来看，够下面几个？看，不加不加。啊，对焦，看，从那边过去。好，这条是啥？老师，这条啥？木龟。这条是木龟，这条是木龟哦。冬瓜。冬瓜，一个讲木龟，一个讲冬瓜，啊，你到底是什么瓜嘞？这什么瓜？因为这块，伊只叫是冬瓜呀，我拢挂起互人。哦。今嘛，迄冬瓜长红去。哦，我想讲，你讲冬，你讲这是，你讲西瓜，你拄仔讲这是咩？哎呀，这木瓜，啊冬瓜，我讲西瓜。三十几年来，黄雀世界果园拢是种有机的，水果拢是健康无毒的。而且，伊的先生伫国中老师退休了后，两个人到底享受田园之乐，现在结果在如新如济，变成一个百果园。啊，对只小啊，加了，啊你加，嘿，对遐加加了，对小遐加加了，无然安买你想迄路，安尼想无够啦，安尼，对，安对。师姐，嗯，餐厨咱家种这果子这么多，啊，恁家己敢吃会完？嗯，有咧卖无？嘛有咧卖啦，有咧卖吼。啊嘛，当然跟人结耶。我听爱讲，咱的环保站水果拢咧提，吼，大概种的水果拢会提，遐甲环保啊，菩萨有分享。百香果会提啦，迄个是。吼，迄拢咧提过。我昨暝就听。每
每一年九月份是火龙果大出的时阵，李林的路边拢是水果大粒的火龙果，因为火龙果是仙人掌科，耐热，较袂掉糖，果肉佮有真侪营养，是一种真好种植的水果。毛叔这真有成就感，我咧想，百果园就是黄雀世界乐活的闭馆，伊甲种植当作兴趣，种出健康有机的水果都是快乐。真正是百果园嘞，啊来吃好慢，叫你坐红龙果。为啥？金蕉个叫金蕉看到，惊迄边嘛金蕉看到，惊这边嘛金蕉看到。真正是百果园啦。啊，我要过来找一个葡萄醋园嘞。黄雀师姐，你刚才在倒位哈？张顺良师兄啊，啊，伊都恁来啦。哦，师爷你好。黄雀师姐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嘿嘿。哦，张师兄。嘿。啊，你来这样，你拄啊好，为遮来。啊，我着收红包的时阵啊，为遮过来啊。好，阿丽，我坐你的车来葡萄醋园。好，好，师姐再见喽。再见，再见。较早张顺良师兄爱跋筊，发薪水的第二天就输了了，好无计的生活过甲真艰苦。后来因为妈妈孙兄才开始做环保，改掉坏习惯，变成顾家新好男人。阵啊，家在吼，有迄个阮妈妈吼，阿姨拄啊阵啊，伊十多年前伊在做环保，我都甲阮安尼吼多出来吼，甲一个咱一个老师陈国清，伊阵啊伊在做政经干事，啊那无伊那恁。搞大概，我都即马都翻，都即马唔知是是安怎，我嘛唔知影。即马顺良师兄一家三代做环保，甲妈妈环保店整理甲真清气，所以厝边头尾对伊的印象拢真好，拢会摕回收好用，这都是落实社区的闭关哦。师兄，啊，你不是讲要带我去酿醋，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这边刀啊。哦，这边刀哦。系啊。哦。嘿，啊你，你是无你稍等一下，啊，我随你吧，嘿，我随落去，随来啦，嘿啦。师兄讲要带我去酿醋，但是伊那带我来因刀，伊佫讲我小你袂济，然后咪就随出来。哎，干要提什么物件给我吃？等一下好啊。你师兄，你来穿啊嘞？啊，你不是要提物件我吃哦？好啦，啊，要先来你要看啊。要吃物件都要穿这束衫哦。嘿啦。想来穿这個？啊，咱食品的大部分拢爱穿安尼，较卫生啦，嘿。哦，所以这食品吼，咱要穿无菌衣在当家。好，行，咱今日来吃食品。好，师兄，啊，今晚衫穿好啊，啊，要吃什么物件？要来酿醋。啊。对吼、喔，爱先酿醋哦、喔。好，啊，咱即摆要倒酿醋哈。行，咱来看，嘿嘿嘿。椒。哇，在发酵室。是哦，发酵室。咱先入来。发酵室。哦。哇，内底足香的呢。师兄，迄内底拢爱葡萄的味呢。啊，都拢葡萄发酵，这葡萄醋，嘿嘿。哦，葡萄醋，是讲要酿醋，是安来穿安尼。安尼就是较卫生啦，因为那是无菌的呀，嘿呀。啊，所以这是。规定就是爱安尼，哦，所以爱穿无菌衣就对啊啦，较卫生啦。啊，但是酿醋的所在咧倒，就是遮，这拢是每一趟拢是，嘿，你看，每一趟拢是，啊，目标是讲阿阮爱爬去顶头落下脚酿，还是安怎？无啦，爬去顶头看一下安尼啦，嘿啦。哦，这个都已经是酿好的啦。酿好的啦。好，那我先上去看看。但是观众朋友嘛爱看一下呀，对，不是干那我看尔对。我看麦。哦，哦，我已经喝醉了，那个醋的味道好重哦，感觉很像那个酒的味道呢。哎呦，哦，师兄，他那个是怎么酿的？然后味道那么重啊？哎，较等下咱家来一个实验来做看麦啊，嘿嘿。安尼吼，啊，像这么大一桶啊，要酿多久啊？我们成品啊，最少要六个月。所以这几桶拢爱放六个月才当啉，才当啉，嘿，对。好，好，啊，顺下，咱即马要来
酿葡萄醋，对吧？嗯。啊，葡萄醋主要的原料一定要有葡萄。就是葡萄。好。还有北藤。哎。好。它那是纯的呀，但不加任何什么工业醋什么醋，让自然发酵的。嗯。啊，咱那葡萄的是一斤葡萄一两糖安尼啦哈。嗯。一斤葡萄。一两糖。好。对啦，对，阿、啊、你过来，糖好利用，是不是爱甲泡甲白的对吧？好，安尼，这一层一层塌起嚟吗？安尼好啦，阿我，安尼好啊吼，咱这边无用着呢。对啊，蛮用心做，心做就变酒啊。烧这变酒，听讲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哟，师兄，你无甲我介绍者，什么叫美丽的错误？进前吼，我嘛是咧酿造这葡萄酒。啊，然后哈量到那边，转变成醋，然后我就知讲错就是安怎样做安尼。好，安尼啊是搁爱搁放糖。好，啊，产存这葡萄安尼的时阵，咱做甲放咧吼。嘿。爱放偌久才会产存安尼？差不多六个月以上，上少啊六个月以上啦。爱搁六个月哦。安尼甲放咧就好。啊，都不用放水，不用放什么都不用。不用，伊就变成醋。好，伊就变成醋。像讲食醋无好，食醋身体阁健康对无？对，伊阁是这天然的啊，好，啊，咱产出这葡萄醋啊，伊对咱身体有啥物好处？这点咱葡萄吼本身就补血啦，哈，咱的醋是改善体质，酸碱值平衡，嘿，所以对身体较好，嘿。听讲，足侪疾病食了饮醋，拢会未发生，啊，若有我来控制掉的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可以抗氧化，因为葡萄籽啊对身体很好，所以我们要多吃醋。谁说吃醋不好？把健康吃到肚子里啊，所以呢会快乐健康100分，就产出你乐活生活的地方。把所有的坏习惯拢给改掉，所以你即卖健康上快乐的方法就是这個，改掉坏习惯，然后重新的过你自己要过的生活，找到人生的目标，对吧？对，咱都这样吼，已经有体验过吼，葡萄醋怎么做，对吧？嗯，啊，即卖进来吃看伊的滋味，哈。来。哦，好赞哦！可是师兄他是不是要这是要稀释？也就是原汁哎，这是原汁的，原汁喝起来就是很有一点呛，然后很浓，但是喝到现在它就很香，然后整个嘴巴都是葡萄的那个味道，是，还有那个醋，有一点酸酸的，还有一点甜甜的，因为咱的醋是古法酿造的，所以阮之前我都讲过啊，咱就是三代啊，阿公传了我妈妈。啊！我妈妈在传落阮，啊！我个人嘛要传落阮囝呢。那团结，我爱传咱的健康快乐的秘诀，对哇？对，是。好，讲到健康快乐的秘诀，阿芬，我要请问你吼，师兄，你敢知迄个万花筒菜园咧倒？会啊，知啊，无较等下我传恁来。哦，好啊，安尼较等下再带师兄来，即马先啉葡萄醋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可是很浓哎。阿芬，这就是阮花筒菜园呐。哦，这就是万花筒菜园哦。宝贝孙呀，哟，孙呀，这阿芬呐，哦，阿芬师姐，你好，孙呀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啊，无你甲阿芬安尼开讲，赶紧看，安尼我先来走啦。好啊，孙呀，感恩哦，好，感恩。哦，孙呀，你好。想拿咱家好做万花筒菜园呐？哦，咱家的菜哈，差不多30种。所以足侪项诶，万花筒诶意思就是足侪种诶，足侪种诶菜。哦，有金瓜，有番麦，有秋葵，有咧山药，有地瓜叶，讲不出来足侪。所以才叫做万花筒啦。对。但是观众朋友，阿芬啊，拄好看到一项物件，你带我来看卖咧。噔噔噔噔，这个是啥？哎，我应该挖过无？咱这秋葵遐大长，是因为咱这土地健康，所以咱这植物的成长也足健康的。那是迄长刚生一枝尔。对，迄枝就是准备要甲它做茎，所以特别个老要大，啊，拜迄个茎子吼才会用。啊，你师兄，你从我膝盖来看看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行，来去。万花筒菜园差不多400万平。本来是要去进食堂，后来无姻缘，
谢木火师兄都从阿哥来为志工做伙来种菜。伫一大片的菜园啊内底种真济菜，连阿芬啊都点袂清。干那番薯叶啊都有三种，叶有分长的甲圆的。阿唔过，听讲大家爱种菜拢是有原因的哦。王辉老师兄，安奈有遮尼济志工哈？哦，咱这环保志工吼，唔是干做环保呢，平常时啊，用就是拢来遮咧整理菜园。啊，所以咱的菜园平常时啊，用就是安尼啊，遮拍拼。哦，王辉老师兄，你以前在做什么？我是在银行上班。嗯，你银行上班？你来招来遮咧种菜？因为我七十八年，我算曾经有过大肠癌，啊去开刀。啊！了后，我都有改变饮食啦。我过去因为大银行拢应酬，我咧啉烧酒，啊，乌白食，所以我感觉讲啊，就是因为人讲祸从口入，我才怎改变饮食，啊，改变食有机蔬菜，所以我才想讲要来咱这块地种，挂这个地瓜叶啦，吼，啊，一挂较唔免食这红黄菜，唔免转野外蔬菜，较健康。原来哦，你的热火的闭关哦，就是参照你拄则讲的啊，这片土地啊，咱家照顾甲有机啊，这土地的健康，种的植物、自然，伊都会足健康的。对啊，就参照咱的身体同款啊，咱若食一挂有机的物件，一挂蔬菜啊，吼，食完了后，咱身体健康自然就无毛病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你健康的闭关了。系啊，我就是讲食这有机的，食啊健康起来。观众朋友啊，阿芬啊哦，拿来万花筒菜园啊大哦，一个月，逐天拢食无同款的菜。师兄，咱家有种三十几项。有哦，差不多哈。哎，差不多三十幾。你想得到这里都有，所以紧搬来这大吧。无啦，来这要大还多位。阿芬啊，哈，那菜班好啊，咱来环保站。好啊，行。阿芬，这就是咱二林环保教育站。哦，真宽呢。哎呀，哎有四百平。才有四百平啊？哎，四百平。阿芬啊，赶紧把菜交谢师兄的同修陈愿祖师姐，因为明仔载是大回收日，今仔日苏姐都要准备相机的工课。稍落来，阿芬啊，就先对谢师兄甲其他志工来架设大片的乌网啊。这个乌网的功能就是防晒。和志工因伫较凉的所在做环保。今仔天气足好个哦，今来找木火啊，孙兄啊，伫个遐，孙兄，木火啊，孙兄，早上，早安，大家早安，早，嘿。咱大回收日人啊，你坐哦。哦，今仔算无坐，啊，搁一挂设计师工去培训，啊，也无搁较济人。哦，嘿。现在师姐啊，师兄拢都回来，拢咱附近咱这的四个乡镇，咱二林、竹塘、光彦，哦，啊，够大城，四个乡镇的环保志工拢有，环保志工拢有，所以人就多啊。对。这场起来就特别的呢。哦，咱这场是咱环保站的特色。这场已经三十年了，啊，咱以前还无呢乌网的时阵，拢靠这场大树啊咧扎凉。啊，所以尾啊，因为人多吼，啊无够，啊，所以咱才过来设计这个乌网啊，哦，真的很贴心嘞吼，都为大家设想哦。啊，这个树木嘛是环保站设的啊，我家开始在剪，这边的树木都差不多十年。啊，这哪过几年啊，哪几个拢大长起来吼，咱家就可以说。绿荫成林啊！对，真紧就大长啊！这张大榕树对小树慢慢啊成长，撑跨冬泥提走的藤栽，发展成树根厚实的大树。这款旺盛的生命力，鼓励着环保站的志工。哦，这是我们的保特瓶。保特瓶，对。啊，这就是。早安。
菩萨早安。咱这个菩萨吼，咱这个菩萨拢七八十岁啊，就二姐叔姐吼，八十岁啊。八十岁耶，我看卖嘞，八十岁来。八十岁，我看人家叫你年轻，啊，人家叫年轻。我啦，我年轻。啊，你走了个笑脸。啊，你来要来这做环保？哎，啊，做营养吗？啊，有做健康啦。阿妈讲营养有做健康啦。阿妈高照。高赞，早安！妈妈都要八十岁啊！感恩我们的老菩萨，这些老菩萨他们都很可爱，而且感恩他们无私的付出。拢，一过了，早安！七八十岁啊，拢七八十。高赞！哎呀哎呀！啊，咱当初哪有这个环保奖啊？这吼，讲起来感恩咱一个叫做李秀祥师姐，因为我当初是刚借一个凉亭啊，卡咧炖，啊因为离社区推动愈来愈济吼。啊，坐蹲无路啊！对，咱小香师姐讲，哎，我遮有一块地，哦，你若无去含，咱按这个在做。所以从1984年底，跌到四年，跌到开始，对门口啊，几丝啊，几丝啊，一点慢慢，慢慢啊，增加，慢慢啊，增设。啊，若叫回收，把咱这地方条啊、木头条拢叫回收的，啊，头头啊，增设，头头啊，修，头头啊，做安尼。安尼哦，算讲是咱只社区甲地方的福气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咱个位置来。你好喽。早安。大家新妇孙拢来。哦。大家新妇孙拢来了，三代同堂，三代同堂，三代同堂拢来。这阿公哦。他这谢兰子啊。师兄。啊，你卡安尼，两人来个打字，你卡咧应该打无？两位。啊，所以你打这来做福建了，安尼哦，对啊，哎，来做环保会当付出，对，当福建哦，一举数得哦。李林的志工人数超过90位，包括定点甲参加大环保日的志工。阿芬啊，看到大家欢喜心付出，也感受到志工人的快乐，乐活精神。每一届大回收日，大家透早做环保，相机买提早煮料理，准时和志工人伫8-9点食着营养佮美味的点心。今仔日的菜色真多，拢是志工人佮万花筒菜园提供的爱心，所以大家唔呐食健康，麦当感受到自在人温暖的爱。阿芬啊，来到彰化的李林，伫黄雀世界百果园，看到满地有机水果，嘛啉到张顺良师兄不加香料、古法酿造的葡萄醋，阿哥有伫万花筒菜园内底，得到谢木火师兄学习单纯的养生秘诀，最后伫90几位环保志工身上，体会到愈做愈健康的道理。原来健康乐活闭关，就是愈简单愈好。师兄，师兄，我已经呛到语无伦次了。师兄是谁？哦，来加班这嘴巨，痛！这无好笑，我叫金蕉啃掉。那个去改好不？三二。我会啊，师兄。我干嘛借万花筒花园呢？